西奇，乡代会选举，瓦杯决定主席。福建老人在上，地主心中清醒，到底是要以六个代表六杯为准，即每一个人六杯为准。啊，若是的话，请福建老人圣杯。彰化县花坛乡文德宫土地公昨天参与了台湾民主政治的一夜，请福建老人清醒，到底是什么事要背上三生四果麻烦土地公呢？原来本月十七号花坛乡代会正副主席被亲民代表提案罢免，为避免暴力买票再介入补选，发动罢免的代表们决定以寡杯的方式让土地公选出正副主席人选，还慎重其事准备好抽签号次。今嘛地主挂第一号，邓永旺市代表，邓永旺市第一杯。邓永旺市第二杯。那个脚下去的时候，看他的反应。邓永旺市第三杯。第四号曾冠业代表，林先代表第三杯。哎呦！寡杯结果由黄昭义取得补选主席资格，副主席则是萧东碧。各地老人来咱做见证吼，啊，大家乡亲来甲咱参与，大家拢嘛是拢乡亲做见证安尼，我感觉安尼做理想。这是咱福建老爷吼，啊，诶，委任的责任啦。第一就是无政治势力，无即各种诶势力的介入吼，无啥物金钱的污染吼，这是哦对咱乡亲哦，以后是上好的示范。啊，虾米？最好的示范？比一人一票还好吗？好啦，安尼好。是安那讲？福建正是主意好，福建老爷真有灵感诶，人伊主持公道。当时诶手段当选诶，福建老爷落选择啊，哎，啊，今摆咧公平落选择安正确啦。但也有乡民说，这种乡镇大事靠寡杯决定，实在太儿戏了。动新闻彰化报道。